好了，开始上课了。同学们听得见吗？可以听见吗？可以听见回复一下啊。可以吗？好。今天我们讲一个精装修的设计一些细节。因为按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室内发展的一个趋势，将来所有的户型的精装修的项目会越来越多。然后，如果有一些同学在工作当中能接触精装修的前期的那些户型研发，那是最好。还有，如果是只能做到家装这些的话，但后面有很多工作的话，其实有很多你在家装当中有一些精装修的细节。可以用进去，因为现在精装修有很多大的地产公司，精装修的那些细节做法已经做得很成熟了，这可以在我们的那些设计当中去沿用它一些。哦，这边可能看不全。文件如果看不全，没太大关系。稍后我课后的话都会发给大家。然后精装修的这种的一个细节的这些做法，我会有几次课都会讲到。然后后面的话，其他的课程的话再讲的话，我也会把有一些细部的东西再讲得更细一点。然后这张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从2008年到2015年上海。对精装修一些住宅的一些装修的比例，原来中心城区在08年的时候，它只要做到40%的精装修就可以了。然后内环跟外环，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百分比变成了60%跟30%，也就等于内环之内，你新开的户型要做到60%的精装修，然后30%的外环要做到精装修。然后到201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所有的新建的住宅要做到60%以上，全部要做成精装修。也就是将来的大的一个趋势的话，是等于是一个精装修为主的。像如果是按那个13年之前的那个精装修的比例的话，按那个13年以来，从13年以来新开的那些楼盘纯精装修的。占到了6%，然后装修的报价大部分都在5000以上，然后在装修的项目有12%的项目是在那个5000以下的，也就是精装修以后在一个发展趋势当中的话，它会为一个主导，然后表面上其实它是对一个怎么来说，它是对一个整体的一个装修的风格的一种把控啊。然后包括它一些材料的节省啊，因为它是批量生产嘛，然后对一些东西，但是对室内设计师来说的话，它其实对很多做中低端家装的人来说的话，它其实是面临着将来的那个就业方面会有一些问题，也就是像以后的那种基本上做二手房改造会多一点，然后精装修的话会牵涉到一些，比如说人家对精装修有一些里面的局部的。认为不满意，还想再稍微再来做一下调整。然后有很多同学会想到，为什么我今天会讲一个这种的一个东西呢？因为我认为现在精装修有一些好的一些坐在比较前面的一些住宅的大型的企业，他们在精装修的考虑的细节方面确实考虑得很成熟，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在设计当中也可以去用到它。然后先大致的讲一下那个精装修在市场上的一个比例。然后住宅的精装修它会分成哪几大块呢？它从一个公寓的公共区域，比如说你进入那个你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大堂底下的那个大堂，然后进入了大堂以后，你还会进入到你家坐电梯啊，或者你爬楼梯，多层的话你爬楼梯，然后进入到一个家里的话，然后你开始会进入一个玄关的功能，然后玄关的话，现在的精装区它对玄关里面会考虑的比较细致，
这也是我后面会讲到的，他在玄关当中会放置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他考虑的那个鞋柜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然后鞋柜的考虑的是有老人要放鞋，小孩放鞋，然后平时的我们穿着的一些便携，如果到天冷的话你会穿一些靴子，然后我们这些女士的话会有一些长筒的那个皮靴啊，那些东西它的放置的要求，包括还有一些卫浴的空间的系统。那卫浴的话，现在的精装修它会考虑的比较细致一点，比如说那个干湿分离啊，然后提高使用率啊，然后毛巾衣服啊，然后放置的位置不容易在你洗澡的时候去被你的那个洗澡水去淋湿到，然后整个很合理的一个排水的一个系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储藏的收纳空间做的比较细致一点，然后比如说哪些衣服跟裤子的那个收藏，还有就是家政功能。家政功能的话，因为上次我们也提到过，现在有很多会设计一些比如说洗衣区啊，然后手洗区啊，然后机洗区啊，在一个空间里面，你有的衣服并不能每次都是有机洗嘛，可能还要手洗的，在一个区域里面你既能手洗也能机洗。然后还有一个厅房的功能，然后厅房的功能的话，它会有电视柜啊，然后无线网络啊，然后灯光调试啊，然后会在餐桌的周围设置那个插座，因为在冬天的话，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在天冷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吃火锅，所以在你的那个餐厅的部位最好是能设置一下开关，那你的那个电磁炉也好啊，那些基本上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到。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一个家居智哦，还有一个厨房功能。厨房的话主要是有一些比如说洗涤区啊，切菜区啊，然后整个动线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烹饪的那些餐所有的东西的放置的位置，后面都会有细致的讲到，只是我现在先大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看看好像很普通，有的时候你认为精装修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也不会，有的时候不一定做得到那么前沿，不一定能跟建筑配合到你就去做精装修的一个户型研发，但是精装修这些的功能如果考虑细致，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去用是还是很有用的，有一些细节还是确实考虑不错的。如果你能把这些细节问题也能做到位的话，我认为一个客户的话也会比较满意，因为你在他将来使用的当中，你为他考虑的东西会更加多一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家居智能化系统。然后家居智能化系统的话，现在做的比较简单的话，就是一个在主卧室做24小时的那个报警系统，还有厨房有一个煤气报警系统，然后漏煤气的话它会及时报警，还有一个就是门禁系统，包括一些家居的智能化，比如说整个家居的那个调光系统，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做的比较高端一些项目的话，它会有一个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你进入家里的时候一个欢迎模式，然后当你坐下来的话它会有一个迎接的模式，然后包括你的 iPhone 啊那些或者 iPad 你去点各种模式，它会有一种调光，然后从灯光有那个白天的灯光夜间的灯光，它会有几种调试的模式，这个其实是你找那个专业的那个智能化的那个公司帮你做配合，它反正每一套系统穿插几路线，然后做几个系统，它的那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人文空间的一些东西，人文空间这里也说的比较等于说比较冠冕堂皇一点，说人文空间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研究，对一个整体的一个细致化的精细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合理分配。好，我们开始具体的讲这几样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进入了一个玄关，那玄关的话我们肯定会先考虑到你玄关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左图这边，你进入家里的门已经进来了，你把门关上，然后你会手里拿着一些比如说买来的菜或者是你的一个包啊，包括如果下雨天的一个雨具啊，然后你拿了一些袋子进来，然后他们会在玄关的地方去设置一个小的一个翻的一个钩子，其实是一个入户的挂钩，它其实是很方便，就是你一进来的话可以把东西先放一下，然后你开始换鞋啊换什么东西，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你将来在你的设计当中你去为客户考虑到了，
我想这个客户也应该会比较认为你，哎，你是很为我那个去考虑我每天的那个日常的一些需求。然后你玄关的一些做法的话，像现在很常见的一些精装修的户型，它会做成一个上下柜，然后下柜的话是放置鞋子，然后上柜的话是放置一些日常你如果是夏天的话，你把冬天的一些比如说鞋子的那些放在那个盒子里面以后储藏在上面，然后打开的话，在它旁边可以设置一些钥匙的一些挂钩，那你进来的话，你开好门以后，你的钥匙悬挂在那边其实还是很方便的，然后每天你离开家的时候，你也会顺手把钥匙拿走，那也会对你一个整个怎么来说不会经常是忘记，因为有很多人进来的话，如果家里也没有一个地方去放置你的钥匙，你进门第一件事就把你的钥匙可能裤兜里面一塞，或者你的那个随身的那个公文包里面一塞，然后很有可能你第二天这条裤子换了一下，哎呀钥匙没带，然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带上了，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生活细节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如果为业主去考虑一下，你说哎，你平时进门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你把钥匙一直挂在哪边，出门的时候就直接去拿钥匙以后再出门，这个其实有一些小的细节的话，其实也是很方便的。然后包括你可以设置一下那个 USB 的那些接口啊，那些东西。对，你碰到的如果客户比较高端，可以用一些指纹锁，但是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使用到一些指纹锁嘛。我的那些等一会儿的那个 PPT 我都会发出来，大家不用现在很急的去截屏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观看。所有的我课上讲到的那些，每一次就像上次我跟大家介绍的，我以后在每一次的课前用半个小时左右去讲一些设计当中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然后收集一些东西来在课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也是在有的时候在上网啊，那些东西也会去看到，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看到以后就粗粗的去看了一遍，然后或者是有人发给你一个这种的文件，然后你看了几页就储存在那边了，然后你不会经常去看。但是我如果在课上讲的话，你听到一点，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去沿用一些，我认为这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当初也有这种习惯，就是比如说做设计，人家发给你一套不错的一套参考资料，然后一套图片，然后你很兴奋的去收藏，然后收藏到很多，但是你并不一定有时间去看啊，反而是你有的时候无意当中人家发给你几张图片，你看看哎不错，然后哎我手机收藏一下，或者我在那个文件夹里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一个习惯吧，在我的公司的工作电脑或者是我家里的电脑，我都会存一个文件夹，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或者怎么样，我看到好的东西我会及时的去收藏它一下，然后我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去整篇的文章去收藏它，我可能只是截取一段话，然后以后在我的汇报当中可以沿用，或者是它的每一张图片，有一张图片是不错的，我可以在我的将来的那个设计当中去做我的意向图片啊，然后做我的那个功能的一些意向图片，包括有一些好的空间的一些细节做法，我可以去参照，可以去学习，然后这个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习惯。但是也不要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去整天整天去全部放置下来，因为当你的收集的量一多，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去仔仔细细去看你的那些东西，反而是你一个负担，然后你把你的盘从100个 G 然后升到了1000个 G， 然后你的U 盘开始 1TB 1TB 的朝上增加，然后你看你的资料会越来越多，但是真正你工作上能用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你只是一个资料的整理员，一个收藏员而已。哦，差了一些看法，一些内容啊。然后其实像那个玄关功能过来的话，衣柜你像鞋柜这边打开，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在设计鞋柜的那个层板的时候，你会把它考虑到跟你的门板差不多齐。其实这个不是太好的一个方法。其实在这种的话，其实你可以做到个250或者一些，当你的鞋子不是完整的一双鞋子全部塞到里面，因为你拿起来的时候如果层板你做的比较低，然后你的鞋子正正好好能放进去，其实你拿起来并不是特别方便，
然后你做到250的话，有很多鞋子你其实有后半段，其实你勾两个手指可以把鞋子直接拿出来，这样对你的一个使用功能会更方便一点。还有就是把这个层板全部做成活动式的，因为当你天热的时候，你会穿一些拖鞋啊，然后懒人鞋啊，然后那种轻便鞋啊，会比较小一点，会比较短一点，然后你放在那个位置正好。当你冬天的话，你会穿一些靴子啊，然后女士的会换成那个高筒靴啊，那些放置在这种地方就不合适，你会把层板去卸掉两块，然后更方便的去擦，每个季节去更换它一个整个一个，怎么来说，整个一个鞋柜的一个功能。还有的话，你做到了250，其实对一个鞋子的一个透气性也比较好，因为它有一个跟前面的那个门板会有一块腾空的一块空间，对你整个一个鞋的一个透气性会更好一点。然后旁边可以有一些地方去收置一些小件的物品啊，那些比如说这些上面的那些鞋边可以做一些收纳架。然后后面我们讲到是一个厨房啊，厨房的话最少，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包括我现在在看同学排的一些平面的话，会把很多东西漏放的东西在厨房，你需要有一个洗涤区，需要有一个炒菜区，然后需要有一个切洗菜的地方，切菜的地方，那当然还需要一个你煮完了以后有一个地方去放置，因为你煮完了以后可能你的火还没关，你先要把东西盛出来以后，关好火以后你先把东西放好，然后你还要去洗涤去那些东西的话，至少这四个功能是要具备的。如果你的功能太小的话，其实在洗涤区的这一块区域其实可以把你的那个切菜板是直接放在那个水槽的那个水槽的那个上面，但是那个水槽的话，你在挑选为客户去挑选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些水槽是直接可以把那个切板，那个切菜板是直接可以放置在上面的，然后直接可以在上面切，切完了直接放置到旁边去洗，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包括后面的这张图片，在上面那张图片也是一样的，就算你有一个 L 型的空间没有特别大，但是你所有的东西还是要具备的，一个洗的，一个炒的，一个切的，一个放的，这个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下面的一个炒洗切放。不管在任何的一个厨房的一个空间里面，洗炒切放是经常要去考虑的，你自己去考虑一下，然后当你的那个第一步，先把你的那个功能的里面，你先要考虑你的水槽放置的位置最好是临窗的，因为你洗涤的时候整个能看到有采光面嘛，然后洗涤的时候会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便于你一个通风的一个干燥，然后还有个整个那个整个一个厨房的一个动线是从洗切炒放四个功能嘛，然后还要注意一下，当你的那个冰箱跟水槽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把冰箱跟那个水池靠得太近，然后你洗涤的时候会直接溅到那些冰箱上面。还有的整个那个在设置那个水槽那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一个生活品质，然后可以考虑一些比较，对，下面这张图片也是一个比较有问题的，直接炒菜区离那个冰箱太近了，但是如果这样的小的空间的话，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放置在那个放置区那边，其实在这边的话有的时候油烟在上面也是很难清洗的。还有的就是整个那个对工作对生活品质的一个提高，会很多人对饮水会比较注重，因为目前在国内的话自来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像国外的话有很多地方都是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所以我们在那个这方面也可以为业主去考虑，比如说你有一个直饮水的一个功能，包括它在下面有一个垃圾粉碎的一个功能。好，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动线的一些功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的区域的放置靠窗，然后炒菜的区域跟冰箱，尽量跟冰箱保持一定的距离，炒菜也好，洗涤也好，跟冰箱保持一定的距离。直饮水，然后像这个的话，我们会设置一个整个一个厨房的一个台面，
你的下柜跟上柜的一个高度，有很多的话会能留高的话可以留到740，但是一般性留到700也够了。然后这个空间大家要稍微有一个尺度感，因为当你的上柜跟下柜的空间不足的话，第一个炒菜的时候你不方便，第二个话有的时候会直接碰到头，然后操作不方便。下柜的高度一般性的预留的话做到850，因为我们都属于亚洲人嘛，然后身高没有欧洲人那么高，不需要做的特别高，一般性的话通常要正常做法是850。然后如果你家里人身高普遍高，然后北方人的话普遍高，那你可以稍微适当增加一点，也没太大问题。800也可以，没有硬性要求，如果主要还是看看整个你的客户，然后其他的话一个整个一个人的一个身高。然后850的话现在是一个市面上包括所有的精装修护品的话基本上都做到850左右，因为批量生产他们会比较方便。然后还有的就是你整个储物柜的下柜的那个踢脚线朝里推一点，然后基本上是跟那个门板是脱开的，然后朝里推的话比较容易人在炒菜的时候那个脚的那个放置站立的那些位置。下面的字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我现在在讲的那些东西，没有太大问题，稍后我会把所有的文件都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南方人跟北方人那当然有区别了，身高本身就是有一些区别的。还有的就是那个煤气灶后面的话会做一些那个防油污的一些功能，现在的话用的比较多的是用不锈钢板然后做，然后也有的是直接拿那个瓷砖直接铺过去，这两种的话其实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现在目前的话，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那些客户的话，他不仅会用到那个不锈钢板，有的是会用烤漆玻璃，然后烤漆玻璃最好是要钢化的，6毫以上钢化，基本上到6到8钢化比较好一点。因为你如果比较薄的钢化的话，当你安装那个插座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那个玻璃打碎，然后打孔也不大方便，所以要钢化。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个不锈钢板，但是不锈钢板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你有油烟油污上去的话，你不是经常去，你如果每天都有很好的习惯去煮菜，煮完了以后你直接把那些东西擦干净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个习惯，当你两三个礼拜再去擦，然后擦不干净，然后你会用一些金属面的一些东西去擦拭它，很有可能几年以后下来的话，不锈钢的面会比较毛一点，然后会产生一些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嵌在上面。然后现在还有一些用瓷砖的，但是目前市面上 TOTO 好像目前市面上有了，我不知道其他品牌， TOTO 有一款叫陶板，它的那个目前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一个叫陶板，它的那个使用的那个耐火程度包括那个其实比那个瓷砖更方便一点，然后而且整块的那个长度好像还蛮长的，基本上一般性的厨房能用到一整块就差不多能用完，或者分两块，不像瓷砖的话你切大块啊，有一些这些也不是太好，它那个陶板包括耐火性啊那些东西，对对，偷偷有一块陶板，你们可以客户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客户去介绍一下陶板。第一个陶板它整个那个耐火系数啊，有我好像现在在给偷偷做广告时，反正我先讲一下，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我看到如果有顺便我能讲到一些新型的材料跟大家介绍一下，反正这些东西比较耐污一点，然后现在比较讲究环保嘛，它环保系数比较高，耐火等级比较高，然后清洗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很多新型的材料去出来，然后大家性能差了不多，但是好像是对那个它会比瓷砖薄一些，我上次拿到的那个陶板的厚度比我们一般性的瓷砖还要再薄一些，然后它的那个长宽的比例要比我们普通瓷砖要做的大，所以当你的那个
当你的整个空间那些在的话，其实你整块去做的话，会把整个面做的比较完整一点，不像那个瓷砖那些东西，你会拼了很多小缝，到时候后期操作的话，缝上去有油烟，其实擦拭也会很不方便。还有的就是在帮业主考虑的时候，让他那个这个地方需要花钱的，所有的那个门的铰链尽量都要装阻尼，这样会对你整个门的开启啊那些都会比较好一些。其实这个造价上去一点，对你后期的那些操作都会比较方便，包括台面，让橱柜做的深化的时候考虑一下挡水的那些问题。因为我们做设计的话，稍微帮业主考虑一些，这个其实是会都交给橱柜公司来做，但是我们了解一下懂一下会比较好一些，跟业主介绍的时候也会更专业一点。包括那个你的那个下柜的时候考虑一些拉栏的设计，考虑一些比如说那个可以放置一些铲啊，那些勺子啊，然后那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上面可以放置一些那个调味的那个收纳盒啊那些。还有的就是卫生间储位，一般性的话现在整体的卫生间的话考虑比较多的话，尽量能做到干湿分离，尽量做到干湿分离，这样的话在小的空间里面大家不会互不干扰，在两个人同时使用卫生间的话不会产生一个干扰。包括可以在厨房的旁边设置一下预留一下开关，这些开关的话尽量考虑一下盖子，预留开关的话这样的话比较能那个，因为经常会洗好澡啊，把头发吹吹干啊，然后那些的话有一个插座在旁边会比较便利一点。还有的就是整个空间比较静香的后面会有一些收纳的空间考虑一下啊，包括那个暖风机。还有的就是门口进入那个鞋柜的时候，前面这张图片应该放在比较前面一点，放错了位置了。其实那个我们在下柜的时候可以腾空一些做，然后把拖鞋啊那些东西放置在下面，这样的话其实你后期的打扫也会比较方便一点，不会产生一下卫生死角。还有的就是在你的镜在你的那个台盆的那个柜体的下边，你可以做一块这样的一块脚凳，因为如果客户是三口之家有一个小孩的话，你考虑一个小凳，因为目前我们所有的那些台面的那些高度对小孩子来说，让他养成一个刷牙的一个习惯的话，没有一个脚凳，其实那个镜箱的镜子是照不到他的，所以他会比较难去控制自己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去刷牙，然后这个是可以去帮业主去考虑一下，如果他有小孩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些问题。包括在那个马桶边上去预留一下开关，因为现在装修的话，很多时候你只是帮他考虑了一下马桶，预留一下开关的话，他后期会有一些卫洗力啊那些东西的安装的话，他是需要有插座的，然后这些插座基本上都还是要按一下那个前面那个盖子防水一下。包括那个台面考虑一下那个翻口做一下挡水就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些台面的那些设计的话其实我们会经常做到的。好，精装修的一个细节的一个东西先讲到这里，然后这个先分一个段落，将来精装修的细节的话，我如果有更好的那些资料的话，我会再分几个主题再来讲一下，然后更细化一点，让大家在整个设计当中能比其他的人考虑到更多一点，然后让大家等于想到的更细节一点，更人性化一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讲我们的那些这次的作业。
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同学的。整个空间的布局还不错的。厨房的整个位置进来，然后这边厨房、卫生间，考虑一下卫生间。卫生间稍稍考虑一下，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一块地方。你整个卫生间的那个开门的大小，因为你这个墙跟墙中心只有1.6米，当你后面有管井，包括你这些的那个，其实这段的话是要做墙的，你这段漏了，漏墙了。这段漏墙了。当你这样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的那个马桶的长度。马桶现在一般性都在740-750左右。那你考虑的这样的话，你这个淋浴间其实你开门是不大成立的，不一定开得了门。像这样的比较挤一点的话，其实我建议你把这里的那个做成移门，不一定要做成开门，做成移门。对，1.6米会不大够，所以建议他这边改成移门，会整个空间会比较好一点。还有的，从整个房间比例来说的话，你这个卫生间稍稍有点小了一点，你可以把这个空间拉到这边来，因为其实你这个餐厅的功能可以再放一点。其实卫生间从这边再拉过来一点会比较方便，稍稍拉一点，把这块空间再稍稍做大一点。目前的那个空间太局促了一点。好吧，还有一个厨房做敞开是没有问题，然后放置在这里也可以，基本上做一个敞开空间也没问题。现在的话，主要的是那个卫生间体积感有点小了，餐厅可以，还有整个这边的话，我建议你最好是有个墙啊什么去把这些空间去阻隔一下，用冰箱直接脱开来放的话，这边稍稍考虑一下，其实这边还是可以做一些文章的。然后包括切角啊，或者怎么去考虑一下这块空间怎么去利用。光做一个那个壁柜的话，这块空间其实是还是蛮富裕的。写字台过分小了一点啊，这个写字台的比例有问题，太小了。然后沙发的话，尽量考虑一下那个沙发的那个厚度在这块。因为你这块的比例压缩了以后，整体来看上去，整个动线帮所有的东西没有太多问题。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直接从进门的话，直接到这个，然后这边的话看到一个斜角角度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房型比例的话，你这块客厅会比较小，然后你的大部分的面积都是在这一块，这块会有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积在那边，然后会整个房型的比例会有点失调。还这边的话，其实在这个空间里的话，其实我知道你的考虑，你这块空间其实蛮难做，你这里直接是为了透光，你不做门，让它有一点采光空间进来。但是你不做门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这边那个墙做的不完整，这块空间会比较坏一点，然后你靠这里的进入一些采光会比较麻烦。所以这边的话，尽量还是让它有一些采光的功能。这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可以稍后你自己再考虑一下这边的那个处理方式。现在因为我知道你是这样去考虑，但是这边会有一些问题，包括那个床头柜，你这个是做化妆台吗？比例感有一些问题啊，太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的，这同学从整体的那个比例感看的话还不错，然后进门考虑了鞋柜啊，这边卫生间，就是他的问题在于这块的走廊会比较长，然后感觉上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块空间，其实当你的那个你可以稍稍朝这边稍稍推一点，
让整个构图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容易让人家产生一个误会，认为你的走道过长，其实这个走道的那个空间是足够可以用的，但是会比较有一些那个比较挤一点。还有的就是现在有，因为我图面上给到你们的资料是其实是门是内开的，但是我们现在实际操作的很多项目门都是外开的，外开的门也会比较多一点，其实真正内开的门不会太多，现在的话做成外开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一旦门是从外开的话，你会这块空间会比较富裕一点，然后内开的话你会比较这块空间会比较挤。然后还有的就是这边的门的比例会有一些问题，门会比较小一点，你的门都比别人小，注意一下。像一般性我们的卫生间的门是做到850左右，如果能做到的话，然后有人会做到800甚至750都有可能，这个是看一个整个你一个要求的。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那个本身在那个门做好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户型都是外开门的，然后做到750也没问题，反正如果像这种小的空间的话，其实你做到个750到700都可以的，但是再小的话就有问题了。然后门的话我们一般性像这种门的话我都会做到900，然后小的话我会做到850，再小的话我就认为做一个卧室的门不大合适了。700可以啊，没说700不可以，700可以，主要还是看你一个空间。如果你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房间，比如说是32厅以上的，或者你一些别墅啊那些的话，我不建议你把门都做那么小，你基本上的入户主卧室包括其他卧室的门基本上都要做到900，然后卫生间的门要做到800到850，一般性的话都会做到850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像这种小空间的话，你可以按你的那个东西去做。包括像这一块的话，下次在同学在画的时候稍微标注一下，你哪块是洗衣机啊，你哪块是冰箱啊，这边好像少冰箱洗衣机吧，这种表示方式是上下柜的意思，整体柜，然后不是那种表达方式，你好像缺东西了，缺洗衣机，缺冰箱，好吧，这块正常可行，没什么问题。这点金就衣柜化一下吧，不要交叉，交叉的话是上下柜，并不是衣柜，其实还是化一下衣柜吧。啊，可以啊，一般性的话如果在图面上的话表示的话，我一般性会用 REF， 是英文的那个冰箱的写法嘛，然后简称的话你用 R 没问题，然后你的那个洗衣机的话你用 W， 然后就可以表示一下，然后大家都能很明白的你看到你那个表示的方式。如果这些图里那些东西都没有的话，就整个图面会看起来比较累，我不知道你哪个，我只是看到你整体柜，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冰箱还是洗衣机。包括像这边，其实你这边放的比较挤一点，其实像这种空间的话放在这里做个写字台是不错的，整个采光面，然后也会把这片墙做的比较整体一点，然后其实你挤在这边采光也不是太好，然后这边你应该是做的那个飘窗，做了一块飘窗的沙发还是什么，所以你这块表示的不是太清楚，不大明白，好吧，这块空间可以再深化一下。就等于整个这块的浪费是有一些的，整体的这块区域的浪费没有把那个面积很好的一下利用。好，再来看一下它的进门。卫生间的话，像这样的一个卫生间的话，并不建议去真正的去开门，然后做成移门啊，这些也是可以的。你做开门的话，你其实你在考虑的时候，你要把整个你的那个开启的路径要画出来，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你这个开口有点小了，淋浴的开口小了一点，包括这段距离，感觉上有一些小，马桶的距离有点小，
浴缸放置，你这个表示方式是浴缸是外放的吗？浴缸的话，我们一般性会把那个侧边留到最富裕的啊，留到1米，然后小的话你可以留到个950都没问题。还有的话，你如果再小一下的话，留到900，因为我们整个一般性的通常的使用的浴缸会基本上宽度会到750左右。然后你是放钢边龙头的话，最好这个是留到1米。然后如果不是钢边龙头的话，然后你可以更小一点，因为有一些浴缸，比如说你的浴缸只是放置在这个位置，然后你是直接龙头装在这边的，淋浴的那个支在上面的，直接是站在浴缸里面去洗的，那你这个侧边做好也没关系的。然后只要有湿材能盖住那个浴缸边，只要跟湿材有一点距离就可以了，最好是1米。如果特别是你有钢边龙头的话，建议你的那种宽度大概1米都有可能的，因为钢边龙头会放置比较舒适一点，一般性的话1米不用了。马桶的那个宽度的话，其实最好的宽度是做到900，如果900实在不行的话，你做到850都可以，但是850以下我就不建议了，特别是如果一边有玻璃啊那些的话，稍微人稍微有一点烫的话，坐在那个空间会很不舒服，因为毕竟我们的一个设计将来是会有人去使用的，然后尽量让人家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感到舒适的，而不是让他坐到里面感觉很别扭。厨房整个就像我前面说到那个厨房，你可以稍微去考虑一下这个厨房啊，放置的那些位置是不是够用啊？其实有空间的话，你其实稍稍朝这边推一点，让它这块厨房的那些空间会稍微腾大一点，会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其实像这些卡座跟台子的布置，其实卡座的沙发台子是可以凑过来一点的，对吧？你这些空间还是可以节约出来的。把厨房的空间更放大一点会更好一点。这边的话整个柱子的话，我建议你做一些造型把它包掉，因为这种角在这里其实不是太舒服，可以因为你没有运用到那个斜角的那个东西去弱化它，会包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写字台前面放沙发也可以，但是沙发看一下那个宽度，建议沙发尽量挑选的那个沙发，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会把沙发尽量都，我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坐的沙发基本上都会有扶手，哪怕是矮矮的扶手，我认为这种沙发坐起来都比较舒服，除非空间特别小，会取消两边的扶手，让整个空间，如果空间够富裕的话，尽量还是有扶手的沙发会比较舒服，但是注意。沙发的那个扶手千万不要太高，太高的话你坐在里面也不舒服。沙发的扶手就正常的那个比你的沙发的那个高度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不用太高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沙发的那个扶手跟你的靠背是做成一样的，这种沙发其实不是太好看，正面看好看，侧边跟后面看上去都很丑。这个可以啊。卧室没有太大问题，这边空间够的话你可以做一下那个电视柜的位置或者放层板，因为毕竟这边你到时候如果是真正是家用的话，你会有一些机顶盒啊那些东西需要有放置的，哪怕一块层板都需要有。这边的话尽量做移门，尽量做一下门吧，这种空间还是让它有一个关闭的比较好一点，尽量不要有一个敞开的空间，毕竟人生活在当中有一个空间是敞开的，经常露在那边的，然后其实在整个空间里会不大舒服。好吧，有几个细节啊，特别是厨房卫生间再细化一下，包括这块的东西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放置，现在有点空。